那就读台艺大。那我的兴趣就是吃东西，然后睡觉，我还做一些小饼干。那比较代表性的作品，我有上过《大学生的美》跟《真的不一样》。那杂志最近也有拍摄《Smart》杂志跟《四月的乐天使》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我，谢谢。